你又在看电视了，最近西语学得怎么样？早就放弃了，所以你现在是在学法语。法语比西语更难，我也放弃了呀。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耐心，缺乏耐心什么也学不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什么语言都不学了呀。看电视不需要耐心，不过吃瓜子需要耐心。跟我读，你又在看电视了，你又在看电视了，你又在看电视了。最近西语学得怎么样？最近西语学得怎么样？最近西语学得怎么样？早就放弃了，早就放弃了，早就放弃了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学法语，所以你现在是在学法语，所以你现在是在学法语。法语比西语更难，所以我也放弃了。法语比西语更难，所以我也放弃了。法语比西语更难，所以我也放弃了。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耐心，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耐心，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耐心。缺乏耐心什么也学不好，缺乏耐心什么也学不好，缺乏耐心什么也学不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什么语言都不学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什么语言都不学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什么语言都不学了。看电视不需要耐心，看电视不需要耐心。不过吃瓜子需要耐心，不过吃瓜子需要耐心，不过吃瓜子需要耐心。大家记住了吗？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耐心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明天见。한야하라미다신